可以到我是家俊，我们继续解七十一第六题啊。好，啊讲的是，哎、欸，太多张纸了。七十一第六题他讲的是有一个，他给你一个 rectangular cone， 它的体积是三分之一派 r 平方 h， 然后他告诉你 r 是 radius of the base， 然后 h 是 the height， 所以他帮你列了，你不用再列了。Okay， 所以有一个 cone， 有一个圆锥体，他给你讲它底部的半径是 r。它的高是 h， 最高是 h， 然后它其实一开始是没有给单位，它只有讲代号而已。回家去 fi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cone， 所以要你找的东西 dimensions 哦，所以其实要你找的就是 h 还有找 r， OK， 找 h 跟 r of the cone of greatest volume， 所以它要的是最大体积的时候高跟 r， OK， 最大体积的高跟 r。When the sum of the height and radius of the base is 6 cm， 所以 sum 是指和加起来的意思，然后高跟半径，可以高跟半径的 base， 可以高跟半径，高跟半径 of the base， OK， is 6 cm， 所以就是和，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讲，它高跟它半径加起来是六，可以六 cm， 然后你可以选择带 h 或者带 r 哦，这边这样 ，OK， 这题的话带哪一个都一样啦，没有差很多，虽然 r 是需要开平方啊，所以我们会比较喜欢带 h， 因为带 h 就要乘一次，可以带 h 就要乘一次，让我们带 h。所以 h 就会等于六减 r，OK，h 就会等于六减 r， 然后我们把这个 substitute 进去哦。所以他讲他的 volume of cone， 他给你他的体积叫做三分之一派 r 平方 h， OK， 所以我们带进去就会有三分之一派 r 平方六减 h， OK， 所以我们稍微做一下月减的话，三跟六月减就会变成三二二派 r 平方，然后三分之一派 r 三次方。中间是减，就三派 r 平方跟二派 r 平方减三分之一派 r 平派 r 三次方，接着就变这样。好，这时候我们对它做微分了，所以 dv by dr 就会变成四派 r 减掉三分之一搬三搬下来跟三分之一越减，所以派 r 平方，这四派 r 减派 r 平方，这是我们的 dv by dr。会为了找 maximum 跟 minimum， 所以 to findMaximum and minimum dv by dr 等于零。OK， 所以我们会有四派 r 减掉派 r 平方。等于零。OK， 我们把派 r 抽出来。所以我们会有四减掉 r 等于零。OK， 所以派 r 等于零 ，r 等于零。OK，r 是可以约，派是可以约掉的 ，r 是不可以约掉，因为派是常数哦，3.1415926。OK， 可是四派四减 r， OK， 这 r 是不可以约，因为 r 有可能会等于零。虽然这个零我们会 reject 掉，因为半径是没有零啊 ，OK， 半径是没有零的，所以 r 等于四 ，OK，r 等于四，这是我们找到的唯一答案。OK， 所以这是我们唯一一个会让我们的 dv by dr 等于零的数字，然后又是合理的。可以接下去我们做二次微分，所以二次微分的话 D2V by DR2， OK， D2V by DR2 从这边开始做起，要从这个一次微分做起，所以我们会有四派减掉二派 R， OK， 四派减二派 R， 当 R 等于四，我们会有二次微分叫做四派减掉二派乘上四， OK， 很明显是负咯，可以不用带了，解错了，是不用带了，按专辑就好，可以按专辑就好，所以我们按下专辑来，我们按来四派，因为四派，然后多少减掉二派乘上四 ，OK， 所以就四派减八派，要是减八派是负的啦 ，OK， 所以是小于零啊。我们 maximum， 好，所以它小于零的话，我们 maximum 我们就带入 volume 哦，不用带 volume， 它要的东西只有 dimension h 啊，所以 r 等于四的时候，它是maximum 的 volume， 这样 r 等于四的话 ，h 等于多少？hash 叫做六减 r，k，hash 叫六减 r， 所以六减 r， 所以是二 ，k，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写 maximum volume， 逗号 ，r 会等于四 cm， 因为它讲加起来是六 cm 嘛，所以写在单位四 cm，hash 会等于二 cm， 也就是讲当 r 等于四 ，hash 等于二的时候，它会得到 maximum volume， 就是 greatest volume， 这样这一题就解决了，所以这是第六题 ，HCC 第六。再来，我们看七十一第八，第七十一第八。
CCD 八讲的是有一个封闭式的盒子，可以封闭式的盒子，它是用金属片，可以跟之前的题目有点像 sheet metal， 可以金属片of 这个字 negligible， 就是不是忽略，可以忽略它的厚度了。后来他讲哦，它 the length of the box be in twice if， 所以就是它的长是宽的两倍。现在宽如果是 x 的话，宽如果是 x 的话，长就是 2x 之类的。Okay, if the box has capacity of 243cm， 所以这个是 capacity 是指 volume， 可以这 capacity 是指 volume， 243cm 平方。Show that its surface area is equal to 4x 平方加 x 分之12，也就好像你找一个长方体，黑长方体盒子的表面积，然后它不计厚度嘛，所以其实我们只有算外围，可以没有算里面的、啊，算外面不了，可以外面不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因为它没有讲是空嘛，可能是实心啊。所以他就只有讲不，他是空的啦，他就是我们算外面不了。可以说要你找这个，可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跟你讲 x 是什么，因为他整个题目里面空空没有讲啊。所以其实他的 x 指的是 width 啊，所以他 x 指的是 width， 然后他的长指的是 2x 哦，因为他的两倍嘛。所以他没有跟你讲高，他只跟你讲他的 volume 是243，所以这题目跟笔记有点像，只是他没有跟我们讲他的宽是 x 哦。所以他其实是要讲啦，不然一定会乱掉。可以说我们稍微写一下 ，that the width。XM 可以将长 length 就会变成 2XM， 最后是高，可以给我们假设成 hash， 可以还要我们证明 surface area 是这个嘛，然后就会发现正常来讲一个长方体的 surface area 应该不会是长这样，它应该就会是两个底面积跟底周长乘高，可以两个底面积跟底周长乘高，这个是体积，所以说我们要从体积这边把 hash 换掉哦。因为正常来讲，平常的 surface area 它应该要是两个底面积，所以两个 x 乘上 2x 再加上底周长，可以底周长是 x 加 x 加 2x 加 2x 再乘上高，可以它应该是这样，两个底面积，这是底面积 x 乘 2x， 这是底周长，可以乘上高，因为它的形状是长这样啊。这边是 x， 这边是 2x， 这边是高，可以它表达性是长这样、啊。好，所以我们从这边去转换，那我们先把 hash 换掉。我们从哪里换呢？我们从这个体积这边换，可以，因为它这是一个长方体，所以我们可以用它的体积去表示，所以 volume， 可以 volume 就会是底面积乘高，可以底面积乘高，所以底面积是 x 乘上 2x 再乘上高，可以，所以左手边是体积243。右手边是乘起来，所以是 2x 平方 hash， 也就讲 hash 会等于243除 2x 平方哦。243不会跟2越减，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已经不远了，应该是不远了，应该是不远了。好，接下去我们看 surface area。Okay, surface area 的话，我们会有两个底面积，所以 two base area 加上 perimeter of base 乘上 height。所以这可以不用写啊，写给你看不？可以，所以两个底面积，所以底面积的话 ，x 乘上 2x， 然后底周长刚讲哦 ，x 加 x 加 2x 加 2x 乘上高。OK， 因为它的底面积底面是一个长方形嘛，然后这是 x 这是 2x 嘛，所以因为长方形的关系，因为长方形的关系，所以它的周长是 x 加 x 加 2x 加 2x。OK， 所以前面是 4x 平方，后面这边我们会有 x 加 x 加 2x 加 2x， 总共有 6x 哦。OK， 然后还是什么？还是这个。OK， 所以243除 2x 平方。OK， 2跟6越减是 3，x 跟 x 越减，所以你就会得到 4x 平方加上729除 x， 这样就 prove 到。OK， 这是第一个部分。OK， 加去 ，hence obtain the dimensions of the box of this。Surface area， 所以这个是 minimum surface area， 然后还要找 dimensions， 所以他要的东西是 width、length， 还有 height， 三个都要。OK， 他没有要这个数字，他只要这三个东西，可以把这三个东西找给题目就完成了。OK， 我们刚才讲做，我们一样哦，对啊，做微分，做微分之前先把它写成指数式，所以是 x 平方加上729 x 负一次方。OK， 所以 da by dx 我们会有把这变成 a 啊。Okay, 所以我们会有 8x 减掉 729x 平方。Okay, 所以我们要找 maximum minimum， 所以 to find maximum and minimum
dA by dx 等于零。OK, dA by dx 等于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有 8x 减掉 729x 平方等于零，所以 8x 三次方减729等于零。OK, 这是最容易做了，这是最容易做，因为他们刚好都是三次方，我们可以得到 2x 的三次方减掉729是9的三次方， OK, 729是9的三次方，所以9的三次方等于零，所以 2x 减94x 平方加 18x 加81等于零， OK, 2x 减9等于零， x 等于二分之九，因为是应用题，所以写小数或者写带分数， OK, 不要写假分数啊，应用题啊， OK, 所以 4.5， 然后我们另外一边我们会有 4x 平方加 18x 加81等于零，这个是 no solution, 因为它的平方减4也是小于零哦， OK, 你既然计算机啊，如果你按到会有右上角出现这个那个什么 R,然后这个 I 也就是 no solution, 可以出现这符号就是 no solution, OK 啊，好，我们就不按了啊，可以，所以我们 x 找到 4.5 啊， OK, 在我们解决这个步骤之前，我们也需要做二次微分， OK, 这是比较麻烦的二次微分，所以我们要做二次微分，所以 d2a by dx2 8加上2乘上729， OK, 2乘729 1458 x 的负三次方， OK, 所以8加上1458x 的三次方，这样 ，OK, 所以 when x 等于 4.5， 我们的二次微分 ，OK, 二次微分 d2a by dx2 大于零 minimum, 可以解决哦。OK, 我们去把两个找出来哦，因为我们的length 是 2x 嘛，然后 height 是这个 ，OK, 243除 2x 平方 ，OK, 所以我们直接写答案啊，所以 minimum surface area。OK, 我们会有 width 叫做 4.5cm, OK, 然后 length 的话是两倍 ,OK, length 的话是两倍，所以 length 的话是 9cm, 就是高 ,OK, 高的话我们直接按计算机哦，所以我们这样计算机的话会有243 243除 2x 平方 ,x 是 4.5 平方 ,OK, 6 ,OK 啊，这样 ,OK, 这边提醒你一件事情，我按的时候我是按243二四三除二括弧，如果你按乘就错了，你按乘就按错，应该是会按错了。二四三除二乘括弧，二乘六的平方，应该二乘4.5的平方，4.5平方应该就会出现，你看出现一个怪怪的数字，因为它会直接先除啊二，然后再拿去乘这个4.5的平方。可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二要先跟4.5乘的，可以二要先跟4.5的平方乘，要变成这样，然后我们才拿二四三去除它。可以，它才会出现六。可以，所以你用括弧才能解决这件事情哦。这是可以在这边提醒你的。可以，好，就讲这题是4.59跟6。可以到这边，这是第七题第八。可以，接下来我们看七题第十。可以，七题第十就是很多人都会卡住的题型。The running cost c of the ship in pounds per hour. Okay, 重点就在这句话，就是他讲哦 ，c 这代号啊，一个船的航行费用，会 in pounds per hour. 所以它这个东西是英镑，可以符号，就是在后面的答案看到那个英镑的符号，可以 per hour. 可以，它这个东西是 pounds per hour， 一个小时就涨这样，所以他跟你讲 is given by the formula 这样。Okay, 然后这里的 s 指的是相对应的速度，就像你速度越快，这样钱就会越高。假设你速度要100，这样它就带100进去看它的那个速度 ，and 对应它每个小时所需要的花费。如果你今天速度是20000，这样它就你要很快吗？这样它花费的钱就会变多。你要它慢一点，这样它每个小时的时间就会变多。它是跟时间，它是跟那个速度对应的，可以跟速度对应，它不是跟距离，也不是跟时间，不是跟这些东西对应，是看你要它跑多快来对应你要花多少钱。然后你跑多快是根据每个小时的，可以每个小时的费用，不是讲你今天跑80它就只有一个费用，不是你跑80点你还要看你跑多远，然后是根据的，它是每个小时是这个费用。 OK, write down the total cost, 然后你直接写出来。 OK, 如果今天有一个旅程是 500km, OK, 这是一个距离耶， 500km 是一个距离。 OK, 可是我们今天的公式是跟速度挂钩的，它没有时间也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先用这个速度这个距离，我们就想一下，如果今天距离涨降的时候，速度应该是多少带进去里面，或者是速度应该多少，时间应该多少带进去里面。因为哦，一个小时，哎，一个小时 ，OK, 然后 s 我们不懂吗？是看最后决定吗？一个小时，它就会是4加上 s 三次方1000。
两个小时，它这个四加上 S 三次方除一千哦，一整个东西就乘二，三个小时乘三，四个小时乘四，看你跑多少个小时。因为今天我们不懂它速度多少，可我们不懂它速度多少，我们只懂它今天要我们跑五百 km。可如果今天我要跑五百 km 的话，它要你找我什么样的速度可以对应到它可以最便宜。所以我们要先知道五百 km 会走多少个小时，因为一个小时就乘一，两个小时乘二。其实三个小时是乘三，所以五百 km 会走几个小时？我们用回去初中学最基础的时间公式。OK， 我们 speed 哦，会等于 distance 除 time。OK， 当然，那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公式表达，因为最好的公式表达这边应该 average speed， 这边应该要 distance travel， 上面应该是 time second 才是最标准。都这其中都的 distance， 都的 time second 才是最标准的。但是我们写普通的就好。好，所以 speed 的话是 s 哦，然后时间我们不懂吗？所以是 time。然后我们距离题目要求我们写500，那我们走500 km， OK， 所以我们所需要花费 ，OK， 500 km 所需要花费的时间 ，OK， 500 km 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其实是500除 s， 可以看你要多少个小时，看你要跑多快。你如果今天跑100啊，可以跑100，这样就五个小时，这东西乘五。你要他跑更快一点，他跑250，他的速度250的话 ，K 速250的话，这样500除250，他只要走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你的旅程，这样他的 cost 就乘二，就这样而已。可、okay, 以就看你要跑多远多快，可、okay, 以跑多快。所以今天时间涨降一个小时是这样。这样今天我们 cost 哦500 km， 可以500 km 的 cost 哦，这一整个四加上 s 三次方除一千就要走500除 s 个小时。这东西是倒个小时的意思，说花费的时间一个小时走这样，两个小时走这样，所以500除 s 个小时就走这样，就想乘起来，我们就在这里得到2000。除 s 加上500跟那个月减，可以2000除 s， 然后500跟那个月减，500跟1000月减是二分之一，然后 s 跟 s 月减，所以二分之一 s 平方。OK， s 平方也可以写分子哦，你自己喜欢。OK， 到这边我们完成第一个部分，就题目要求我们做的第一个部分就应该要是 s 分之2000加上二分之一 s 平方。OK， 加去还要我们做find the speed， 就是今天我如果要跑500 km， 这样我要走多快？可以才可以让我的所需要花费是 minimum， 因为我走超级慢哦，它应该就会是超级低的感觉。可是其实它是有一个点的，有一个点会让它的花费是最低的。你如果跑更慢，搞不好又没有这样快哦，可以搞不好又要花更多钱。所以我们要去把它找出来。这边的话是2000 s 负一加上二分之一 s 平方，所以 dc by ds， 所以我们会有负2000 s 的负二次方加上 s。K S 2000 S 负2000 S 平负二次方加 S， 所以是负的2000除 S 平方加上 S， 所以 to find maximum and minimum D C by D S 等于零。K D C by D S 等于零，所以我们会有负2000。s 平方加 s 等于零，写错。Okay， 所以我们稍微乘一下 s 平方，然后再做一下月减 s 三次方减2000等于零。可以回到之前学那个、哦、s 三次方是 s 的三次方，2000是十三次方根号二的三次方。三次方等于零，可以一样做三次方减三次方、哦。所以我们会有 s 减掉十三次方根二，然后 s 平方加十三次方根二 ，s 再加上这个东西的平方，所以一百三次方根四等于零。接着我们回来这边，我们会有 s 减十三次方根二等于零，还有另外一个是 s 平方加上十三次方根二再加上一。白三次方根四等于零，这个部分的话是 no solution。OK， 这个部分的话是 s 等于十三次方根二。OK，s 等于十三次方根二，然后单位是 km per hour。OK，km per hour。好，我们找到这个时间会让这个速度 ，k 这个速度会让我们的 dc by ds 等于零。可以去讲这东西可能是一个 maximum 或 minimum 哦，然后我们要做二次微分去检查，可以做二次微分去检查。我们从这边做起哦，一次微分的结果，所以 d2c by ds2 我们会得到负四千 s 的负三加一，所以它是负四千
S 的三次方加一。OK， 就这样。好，我们就来做。所以当 S 等于十三次方跟二，其实这样会比较写比较紧，因为后面还要再写一次，所以我们会有 d2c by ds2， 看一下是多少。OK， 十三次方跟二，我们先按十三次方跟二。十三次方根，对，我们直接按负四千除十三次方根二的三次方加一 ，OK 负的，负的，负的不是没新闻吗？不对，应该是 minimum。等一下，不对，按多一次。所以 S 三次方应该是，我刚刚按错，应该是按错。十三次方跟二取三次方，应该是2000，对，还是2000。所以负四千，负四千除 answer 加一。那个负的搬下来应该变正的，这边是正的，负二搬下来是正的，我写错了，我的，所以这边应该是正，这样它就会是正的，因为 S 是正的，傻掉，我的错，可以大于零，所以是 minimum， 好，所以我们 minimum total cost， 看 minimum total cost， 所以我们的 speed 应该要是十三次方跟二 km per hour。这是第十题，给我们讲到这边。